Brasile.15-11，而家係黃東平呢邊領先四分。16-12，而家黃熱律發波。呢球好被動之下，黃熱律都守到過去嘅。咁啊，聽到前場觀眾嘅歡呼聲就知道啦。呢球嘅防守有幾咁神奇啊！17-12，而家比分有5分嘅大前优势，呢球应该出得底线，系啦，冇错，有啲可惜啊。一嚟到呢个时候，将比分追紧近先13-17。